这边水太大了，咱们往上走一点吧。哎呦，吼吼，里面有个好家伙嘞，看，嘿，躲得好隐秘呀、啊，一个煎蛋，呀呀呀呀，哎呀，哦，躲在这个坑里，哇，好大一个啊，这黄金蛋，这估计有个半斤多了，挑逗一下它，抓到这种海螺就特别喜欢动一下它们这个头部，哎，手到里面去了。这种叶子咯，它要是蒸开，它那些肉爬行是特别美观的。但是它可能这火是不知道是要准备出来，还是要准备回去睡觉，搞不清楚了。哇，看一下，碰到一窝的海胆了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这个最大。这是一个公的海胆，绿色的，绿到你发慌。哇！哎呦，不好掏，太卷了，看、啊、把夹子都弄坏了。哎呀，有了！海胆有分红跟绿的，红的是那个母的，绿的是公的哦。这个头可以，看、啊、放到水里就是蓝色、绿色的。拿出来就是黑色的，神奇吧？是不是很神奇啊？收了。这边好多海菜啊，现在社会条件好了，都没人来采摘。在老一辈的时候，很多人吃哦。哇，这么多海螺，一抓一大把。哎，这边有个鱿鱼搁浅呢，是不是领盒放了一动不动的？啊，咦，是活的还是领盒放了？哎呀，活的，嘿嘿嘿，哎哎哎呀，看，遇到危险了，这些鱿鱼就吐那些沫出来，哎呦，挺吓人的，这种东西特别好吃哦，可遇不可求的鱿鱼，收了。哦哟，这里有个面包蟹，这边还有一个，啊，两个，抓他们上来展示一下。嘿嘿，看，哎呀，这两个是出来约会的，我觉得。咦，算了，走吧，展示完就走了。哦吼！看这边有两个斑节虾，哎呀，三更半夜的出来约会，你们就不怕螃蟹出来吃你们吗？啊，这里还有一个，哎呦，哇，两个，抓拉起来就是一动不动的，什么情况啊？难道今晚是情人节吗？都是成双成对的。哦吼，这有个大青皮螺，哎呦可以哦，下面还有一个猪仔螺呢，躲在这个坑里，哎呦，有点滑，两个不一样的品种，哇，这边还有青皮螺，哇。这里有个螃蟹，看，长得好奇怪啊。诶，抓它起来看一下。这种应该是蜘蛛蟹的。哦吼，这边还有。哟，这个漂亮哦。哎呀呀呀，这个是红色的。哇，看，诶，晚上特别多这样的螃蟹出来游行。哎呀呀呀呀。我又不抓你回去吃，你怕啥？这里还有条跳跳鱼呢，嘿嘿，这个是替人家看大门的。咦，
哦吼，有个小可爱在这里。哎，这个已经领盒饭了。要不然的话，这八爪鱼是特别好看的。这可能是被螃蟹给咬了吧？好鲜啊，这一条，给它收一起吧。好大一个礁盘啊，下面肯定有很多海扇躲在里面的。哎呦，这边有个小的海胆，啊，太小了。这有个什么？好像是海参哦。哎呦，拔不动，好紧啊！哇，呼，这个那么大一条，哇，这个估计有个两斤了。哎，看一下，它一到危险就开始吐这些丝出来了，它这些丝很粘人的哦，小心点，别让它弄到手上了，就难搞了。它们一到危险就吐这些丝，这些丝就好像那些口香糖一样，粘得不得了。温柔一点，别让它再吐那个丝出来了，就难搞了。哇，大吧？哦，不错，收了。妹妹你坐船头，哥哥我按船头。恩恩爱爱，哥哥我向东流。没办法啦，晚上赶海只能自娱自乐啦，唱唱歌。没有货抓就只能这样了。哎呀，哇，这么大一条鱼，一条大红蛹。啊，被搁浅在这个坑里面了。哎呦，跑过去了。麻烦了，游到深水区域了。我就不相信它不站了。它越游越深了，是不好抓了。吓一下它，呼喂！哇，跑过来了！他不站的话，压根抓不到。等他站稳，站稳了。哦呀，这鱼太灵活了，看来下次要弄个好一点的叉网过来。你不会累吗？我就不相信。哦呀。喂，你这下你还能爬，我就不相信了。哇，好大一条红蛹，呜，有个一斤多了。收了，再找这边看一下。这边有个清水蟹，看，它躲在上面呢。哎呀，下手要快，要狠，要准。收了。哦吼，有个大金刚躲在里面哦，一个大青皮螺，看。哇，这个是肯定是很肥的，哦，超大个头的。哎呦，这里有漂亮鱼跑了。其实半夜的潮水货还是挺多的，特别是海螺。哎呀，只可惜太小了。哇，里面有条鱼耶，是不是已经领盒饭了？哎呀呀！哦呦，长鱼哟、哦，吼吼，看，哦呦，拿到上面来去。哇，这种长鱼嘴巴特别厉害，像个刀口一样，哦，咬到你的话不得了了。哎呀呀呀呀！呵呵，哦，那边还有一条，哦，这一条先给它收到桶里去。哦，它踩了，看，这应该是一对情侣来的。是不是涨潮了，偷偷出来约会的？
哎呦呦呦呦呦，这条好凶啊！看，哎呀，给它弄到这个上面来。哎，这个嘴巴是红红的，哇，你看它咬我那个夹子。这个应该是母的，嘴巴红红的，打了口红一样。嘿嘿，你这母老虎，哎呦呦呦，这鱼太凶猛了，连鲨鱼都惧怕它们三分的。哎呀，苦命鸳鸯啊，给它收到桶里吧。继续探索那边，那边有货咯。哎呀，一个袋子，哎，这袋子刚成年，那个甲壳不是很硬，不过还是可以吧，收了。一条好小的青鲨鱼，好了。哦吼，这有条八爪鱼，活的吗？人家已经翘辫子了。哎，你这个已经翘辫子了，这么大一条八爪鱼竟然没有螃蟹过来吃，可惜了。嘿，还挺鲜的，给它收了吧。这有条红鱼，领盒饭咯，全身红红的，嘿嘿，收了。哇，这边这么大的一个食人葵，这种海葵是专吃螃蟹和鱼的。这边有一只很丑的螃蟹，蜘蛛蟹，网友们给你们展示一下，为什么叫它食人葵。看，一旦有螃蟹跑到里面去，它们就会开始，看，这螃蟹跑不出去了，这海葵就慢慢的捕食。看，螃蟹进去以后，它就开始收缩，收缩它就开始伸到那个珊瑚礁里面去了。这螃蟹估计已经领盒饭了，没办法，为了展示给网友们看这种海边的这种稀奇古怪。只能损失这一只丑丑的螃蟹了。那螃蟹跑得特别快，转眼间不知道躲哪里去了。哦，嘿嘿，这里有条鱼，哇，一条漂漂亮鱼哦，哇，这边那么多海螺，先把鱼给抓了。耶，哎呀，钻到石头坑里面去了。哇，这条鱼真的好漂亮的，红色花纹的，哎，有了，捏紧，哦，好大的眼睛，你看他翻白眼给我呢，不服气，不错，收了，过来捡这边的海螺，看这些海螺都从这些洞里面都给钻出来了，哇，这有个灯塔螺，哇，这个那么大一个，收到桶里。哦吼，这里有两个清水蟹，竟然在偷偷约会，看，还拥抱在一起，在做羞羞事呢。大庭广众之下，你俩都不会害羞吗？跑了，估计今天晚上是他们的洞房花烛夜，被阿平破坏好事了。哇，这青皮螺可以哦，一路过来捡了好多啊。这边资源可以哦，红红的什么东西啊？哎，还以为是红蟹呢。哇，那边好像是一个海螺，金光闪闪的。哦呦，吼吼，椰子螺。哇，哎呦，哎呀，看。哦，这家伙那些肉粘得好紧的，哇，发财了发财了，这估计有个一斤多了，呵呵，明天就能卖个好价钱咯。继续寻找，这边水好清啊，有个海胆在里面，还有一条跳跳鱼，小的，
沿着这边再找一下吧。哇，看一下这边，哇，这个大红蟹抓到了一条，这个什么鱼呀、啊？抓到了一条老鼠斑，我看那个鱼鳃都被它咬得稀巴烂了。这种螃蟹性格特别固执，它们一旦捕食到东西，怎么样都不会松口的。看，那个鱼都比它大两倍了，先拿上来，我都不知道它去哪里去抓来的。喂，兄弟，它完全都不理你的。还在拖他那个美餐战利品，走啊，他拖不动了，在水里有浮力他就能拖，在岸边拖不动了，这鱼是很鲜的。咦，这个家伙真是要鱼不要命啊。连鱼带螃蟹给他收了。喂，这时候松口就来不及了，先去找这边看一下。有个青皮螺在这里呢，中个头的，这有个洞，哦吼，里面还住着一个大灯塔螺呢。哇，看这螺肉，这灯塔螺应该很老了，相当的不错。这珊瑚礁很好看哦，特别的像牡丹花，看，好多啊！哦吼，这什么情况啊？咦，这个海胆啊！哎呦，还是长毛怪海胆啊！抓起来展示一下。咦呀，这种海胆不能吃的，有毒性的哦。看，它脚特别的长，跟咱们平时抓的那种海胆是不一样的。这种个头是比较小，然后它那些刺比较长，有毒的海胆都是这样。哎呦，展示完就给它放了吧。走了，继续寻找。今天这个潮水太过瘾了，很好赶海哦，稀奇古怪的海货都出来玩了。嘿，这边又有货了。哇，一个大蓝花蟹。嘿，哇，这家伙，哎，战利品不错哦。他捕食到了一个扇贝，金扇贝，哇，被他吃的差不多了。看，哎，哇，这扇贝好可怜啊，好大一个，哇，这个有一斤了吧？南华蟹也是会喷水的哦，给网友们展示一下你的喷水技能。哎，也打不喷了。哇，这边的海货都那么大个的吗？拿上你的扇贝，这个扇贝还是很鲜，应该是他刚捕的，连扇贝一起带走吧。收了，这么大的一个黑妖怪，不可能是寄居蟹吧？拿起来看一下，哇，吼吼，百年寄居蟹，看这个寄居蟹很老咯。哇，哈哈，网友们有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寄居蟹啊？咦呀，看还在爬行啊。嘿嘿，哎，这边有个青皮螺，走了，找一些能吃的海螺吧。哇，那边有条鱼，啊，躲在那石头下面，一条漂漂亮鱼。哎呦，一条大红蛹，我看到没？这家伙特别凶的，会咬人的，专吃螃蟹的，这种鱼特别厉害。他没发脾气，慢慢的去按住他。哎呦呦呦呦，喂，他游出来了。哇，喂，把他赶上去。我也怕它咬我，这种鱼特别凶的，沾我了。哎呀呀呀，哎哎，对了，这个跳上来了。
哇，看嘴巴特别大，专吃螃蟹为食哦。哇，那么大一条，全身红色的，在我们这边这种鱼也特别贵哦，100来块一斤的这种。这个有一斤了嘛左右。不错不错。哦吼。珊瑚礁的海母猪像个蜗牛一样。它们爬行的速度特别慢哦。看。你这是要上哪里呀、啊、母猪先生。也不知道它是女的还是男的。咦，这东西长得特别奇怪，真的挺像蜗牛的、哦、说起来就像个球一样，哇，挺好看的。应该他们是准备去捕食吧。算了，不跟他玩了，咱们接着赶海。这里有个大海葵，像一朵大莲花，耶耶耶！海葵特别有意思，遇到危险全部钻到坑里了。这有个青皮螺，今天的潮水很干哦。哇，这边有一群小的那个荷包鱼，你们这是在聚会吗？看，哇，好多条啊！嘿嘿，这小不点，珊瑚礁是挺好看的。哎呦，有个清水蟹，哎呦，这个已经怀孕了，看那个肚子。我们赶海者一般碰到怀孕的或者未成年的都不抓哦。这里又有一只，这个不会怀孕了吧？哎呦，跑到坑里了，速度特别快。咦，这什么东西啊？看一下，好像是古虾哎。传说这种虾能耐高温3000多度哦，还是透明的。有没有网友认识这种虾的呀？认识的网友，评论区就交给你们了。有没有见过？它的内脏、五脏六腑都看得一清二楚哦，特别神奇这种虾。咦，它趴在我那个手上。算了，不打扰他了，咱们找一些大一点的货吧。天亮咯，太阳公公都出来咯，这边的日出美吧。阿平赶海特别喜欢看日出哦，哇，真是美极了，看着太阳慢慢的从那边爬起来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平哦。今天的赶海就分享到这里吧，天已经亮了，咱们也要赶紧的回家了。有喜欢阿平赶海的，记得点一下关注哦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